最近游戏界似乎吹起了一股怀旧风，除了各种复古风游戏，也有许多经典主机以不同的方式在这个时代再次重生。像是即将在10月27号推出的 Sega 经典16位元主机迷你复刻版 Mega Drive Mini 2， 公布了会收录超过60款的游戏阵容。这款 Sega 第三世代主机当年在日本等亚洲市场虽然竞争不过任天堂，但在北美地区可以说是相当有人气。以 Sega Genesis 在北美发售的 Mega Drive， 当时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游戏，可以说是许多玩家的美好回忆。这台将在10月推出的迷你复刻版 Mega Drive Mini 2收录游戏名单中，还出现了许多未曾问世的梦幻作品，像是首次移植1982年大型机台游戏的 Super Locomotive， 将问题全面翻新为2022年版的经典益智问答游戏《派对益智问答 Mega Q Sega Q》，还有招牌游戏《音速小子》，以及制作人范仲龙在新人实习时制作的游戏《黛比与 P》等等。这些对于喜欢收集游戏的人来说是梦幻一品，这次错过想再玩到可就难喽。より深く。